的展演是号称全台最美的跨年晚会，而在山区呢，则是有义大的跨年烟火，全台释放的时间最长10分10秒，让来观看的民众大饱眼福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大港花火将为高雄绽放，七彩绚丽高雄百年大港花火在空中绽放300秒，结合港湾倒映海面上，形成美景。无人机群缓缓升空，排列成旋转雪花、鲸鱼等图案，迎接2021年。但受到疫情影响，高雄市政府宣布晚会取消，民众现场观看改线上直播。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，今晚我需要来个碰碰。每天生活紧绷，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碰碰。顶着寒风，台下又没人 ，Ella 炒热气氛超敬业。除了高雄港山区同样热闹，希望来现场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。急速跳跃的环场烟火搭配中低空释放，超震撼。各式造型大玩夜空彩蛋，营造磅礴华丽效果。义大跨年烟火释放时间长达10分10秒，同样改线上观看，但开放5000位民众进场，必须全程戴口罩，彼此距离1.6公尺。及女神杨丞琳带来招牌歌曲，寒冷天气中感到温暖，挥别2020，迎接新的一年。记者蔡双吉、王书宏 SM 小组高雄道。